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节操为您而调，只为您那销魂的小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游龙的为您带来的作死秀。哎呀，黄墨小子，我靠，他开的也是个德国车，是个老虎炮。那这个地图我基本上不会玩，我不知道该去哪，那怎么办呢？进攻时间到，我就跟704一起趴在一个地方看看。神马都没有看到，其实在这里最大的意义是干这边亮了打这边，因为他们正面翻过来也有这种可能，但是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啊，他们还是不太会那么的冒险，除非他们是这个直接就想正面一波，但从这里一波有点诡异啊。啊，上面出来人了，但是我这个距离有点远，我能肉眼看得到吗？似乎看不到，有点悲催。目前来讲，哎，咱们还是率先拿下两个人头。嗯，704走了啊，跟他一起走吧。咱们老虎炮非常牛逼啊，把他们的这个白运。很远的距离给弄死，好，看一下这个青色的走位，学一下在这个地图上，咱们这个出生点大概是去该干些什么。好，在这里进行黑枪支援。没打到，这需要很好的预判攻敌。好的，咱们的火炮很牛逼，又干掉一个。这个交给火炮砸呀。才要砸那么给力的，再砸一发，也在这儿帮你看，哦，他要去哪？咱们正面有人，而且后面有火炮，这个你想进来的可能性并不大。啊，我也往前走一走。咦，火炮怎么那么久没开火？哦吼吼，好疼！那大家小心一点，他们也快出来了，就剩下一个，马上就被打穿了。
没打到。哎呀妈呀，预判不够准呢、啊。耶、yeah ！我错过了神马，我操！我怕在开火呀！好的。剩下这个肯定会从这里出来，我来这看。出来哥就干，他回去没什么意义，他应该会选择往前面顶。咦，他不出来吗？你别告诉他回去了啊，真回去了。啊，走这里。火炮干他。哦，家里面也快出问题了。我要防这边这个五四一，它会对我们家的火炮构成很大威胁。他们活着的两个全在这边，啊，那个在家里面。哎呀，有电话。等会儿，我先把这把打完。哎呀操，他进去了。哎妈的，哥出来干的，哥出来干的，你去死吧！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太他妈给力了！哎呀，我操！刚才有个以前的老同事给我打了个电话啊，大概问了点事情。现在咱们进来这边是极地冰原，那么我应该到那里去守一下。他开了个小车。进攻时间到。我肯定现在只能去这儿。怎么讲，其实没有火炮的时候，看我这个鼠标啊，在这里躲了什么东西很爽，啪啪啪啪啪。之前看那个虎王，他居然躲在那儿，开始我很不理解，然后我一看没有火炮，哇靠，那个头伸出来打的对面简直满地叫爸爸。下面的也得要有人去啊，武林币下去吧。啊，你看我的脑电波操纵术是不是很强？你怕不怕？哥是不是很屌？有，好 ，B 哥一看笑了呀。
一个34-3而已，你能有多屌呀？哥干不到他，这是个什么啊？双方人数都不少，目标未被击中。你别修好了，修好了，修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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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割宝你修不好。重创目标啊！重创目标，哎，重创目标，重创目标。好 ，HE 崩死你啊！崩死你！好，修不好，哎，修不好了，修不好了，你要死了，你要死了，你就死在这里吧。我们痛击了敌人。呵呵，17滴血啊！我靠，谁用 HEAT 一直在抽啊？你个土豪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打我脸，打呀！漂亮，你个二蛋。好，上下都要干过他们，那这就至少咱们这边快赢。目标未被击穿，草莓穿，来打到哪？他自己怂了，自己怂了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不要乱来！不要乱来！5020有危险，往后退。哎妈呀，超叛逆要小心。咱们那边赶紧打穿去他们家呀。打得漂亮。哎呀，我要完了，我要完了，我要完了。薛明杠，你他妈来干我呀！哎，我知道侧面要干，哪子躲在这里？哎呦，够了啊，够了，够了！发动机动力在下降。妈的！双脚被击穿。妈的！呵呵，呵呵。来打我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好，基友来救我来了，但这是杯水车薪。战友被击中。哎妈的！幸运。哎，你们这些畜生！啊，基友来千里送人头了。哎呀，能带走一个。哦。这他妈是什么情况？烦的要死！撸得快。好，这怎么走啊？啊，我看到路了，我看到路了。
开始行动。妈呀，好危险呐！妈，居然在这里断头，真的感谢。履带已修好，继续前进，出发。哎，基友在哪？我操，基友杀人了。啊，他是要让我上小馆是吧？小馆不好。这面似乎没什么东西，看看能不能进去摸一把。好，进来摸一把。巴哈顿很怕我呀，现在。小菊花花，哎，干掉了，漂亮吧？哎，这杠八来作死来了，这作了个什么死嘛？我怎么就没看明白？十二 T 也来了，你妈这是要强量火炮呀？妈的，你看老子不干死你。敌方战车被击毁。哎呦，快跑快跑！要不要火炮弹？要不要火炮弹？啊，队友打字说好。哎，四姐，四姐你个渣渣。啊，四姐别干！啊，我躲开点，别把他给撞死，那就省错了。好像击穿了，打撞打三连击，我们动不了了。你缩回去又怎样？啊！没干死我，我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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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敌方坦克被击毁。好的，漂亮。目标。那老子不敢跟他撞不了，是不是？没弄到，那我反正不出去了啊，不出去了。我就死蹲在里头。这个我想打也打不到。啊，这边他们要来人。但队友能够帮我挡一会儿，我在这里站着。我他妈居然有三个人头，你们敢信？哪三个？巴顿，十二 T， 还有一个是谁？现在我不敢出来。我们痛击了敌人。哎，浪一把，浪一把，浪一把。狠狠一击！哎，你修不好了，你修不好了，你修不好，哥不会让你修好的。我们
们痛击了敌人。啊，哥不会让你修好的。哎，修好了。哎，哥一直在里头啊，哥不出来，看你怎么办。541快上啊，对着菊花你就抽吧。好的，又杀人又占领，100%，漂亮啊！100%估计是拿不到。操，这把不错呀，我从来没这么屌过，不得了呀！那就再来一把。乌蒙熊山，先去那堆房子里面。59啊，二逼啊，这你们太幽默了。280要是好车啊，我知道呀，可问题是我人没那么好呀。开始行动。摸火炮一发，管子太厉害了。好，哎，老夫进圈，进村了。随时准备跑，没看到任何东西，我也没亮，那继续往前开。哎呀，亮了！这个125这么屌，打他呀！履带受损，妈蛋！老子被59丢了两 AP， 好疼啊！对面没有火炮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摸谁。哎呦，还有金币弹啊！我吓尿的了。啊，一起去包夹上面。这里有个 T37，我靠。包夹完毕，没打到算。被毁，全体撤离。哥被干了。哥上这个。啊，他也一样，哎呀，两个流氓一起了，哎，这个屌了，
他说撞死一个就成，撞你妹断腿。他说爽了啊，我跟你出发。但加了涂装的，我操我操，老子被前后都撞，尼玛，这尼玛前抽后插的。你在等什么？哎呀，想要强吃吗？哎，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！敌人完蛋了！啊，老夫！哎呀！战车失控！老夫挡人挡得不错吧？妈的驾驶员还受伤！打得好！我们重创目标！干死！被击穿，干成员。我们重创目标，弹弹要下。被弹开了，打得漂亮，打得漂亮漂亮漂亮，太他妈漂亮了！啊，跟我想的一样。我操我操我操，这个我得要跑，不能停。哎呀我操，感觉我要死了。哈，这任务失败，全体撤离。我就看基友吧。哎，我不该这么冲动的。啊，看到了。哎，前面有个尸体，瞄好一点。现在双方血量都很低，都很着急。好的，漂亮。好了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妈蛋！好吧，那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